吉安乡公所8号下午在浩科艺术村举办了109年模范母亲和模范婆媳的表扬大会，受奖的模范妈妈们身穿礼服登台走秀，子女孙儿在台下惊声尖叫欢呼，场面相当热闹。而现场游淑珍也祝福所有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吉安乡今年的母亲节表扬大会改在户外举行，并且以星光走秀方式，让模范母亲们穿上了晚礼服，体验当模特的迷人魅力。今天的舞台属于妈妈们的，今天的幸福喜悦属于我们全部的参与的所有的每一个人。看到妈妈快乐勇敢走秀逗趣的这样的一个表情我们快乐幸福在其中。谢谢我们的母亲们，过去撑起了家庭的一片天，为我们的社会、为我们的子女、为我们的家庭工作任何一个点滴付出的精神。在他们年长之后，今天由我们吉安乡公所举办特别的活动来感恩他们，来谢谢他们。希望我们预祝的是缤纷吉安多元的幸福，而且快乐在其中。我相信今天有来的每一位家人、每一位好朋友都一定是小确幸满满、幸福满满，而且呢有感动满满的心情。在这里吉安乡公所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，更要谢谢每一分每一秒为大家付出的每一位妈妈们，跟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，祝你们佳节愉快。许多妈妈一辈子没有穿过晚礼服，这一次的初体验让他们很开心又很害羞。走上舞台还要摆个 pose， 妈妈们也都十分大方。台下子女儿孙惊声尖叫又欢呼，场面相当的热闹。今年吉安乡共表扬了22位的模范母亲，还有2对的模范婆媳。受奖的妈妈们在台上很开心，而子女们更是感到荣耀。乡长游淑珍也祝福所有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